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饥饿杀世界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啊，我们继续我们的饥饿杀。然后上一集呢，我们弄到了这只大妈妈哈。然后呢，有观众跟我讲说，老头 ，PS4 的时候呢，这只叫大妈妈，然后手机版有一只叫大爸爸啊，会不会以后有个叫大舅舅也说不定哦？搞不好这只叫大舅舅，然后这个叫大公公。啊，这个叫大婶婶啊，会不会啊？反正很奇怪，为什么要叫大妈妈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反正就感觉蛮有趣的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先帮他稍微装备一下哈。刚刚老头已经看过那个任务了，那个任务呢上面是说啊，侦测化石弄一下好了。啊、我先装一下飞行员，我真的觉得飞行员很好用。我是说真的，爆发冲田真的很赞，真的很赞。就是所有食物给予加8的爆发，这个冲田速度很赞，可以一直不断的冲刺，我觉得很好用。然后先帮我的鲨鱼装一些这些东西哈，把它装一装。OK， 装好了，全部都最高阶。然后呢，老头昨天私底下稍微弄了一下化石哦，那但是还没弄完，然后拿到了这一只康尼。啊，这只康尼是可以逮住比它大很多的敌人，让你更快把它吃掉。然后又拿到了这只埃蒙啊，这只埃蒙呢可以跳出水面捕捉地面上的猎物这样子，啊，这是所有的这个鱼类的，不是鱼类，所有的小伙伴呢全部都入手了哈。那我们这一次一样用最基本的，哎，还有一只是用谁啊？我忘记了。嗯，还有一只是谁啊？我突然忘记我在玩的时候另外一只用谁了，不是这一只啊。啊，算了，就用你好了，好不好？给予20%的生命 ，OK， 我们就这三只，最多就只能三只嘛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没错，目前还能只能三只。好，我是猜想可能之后可以四只啊，也说不定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哈，这一只鲨鱼的话，可能是下一集才会出来哦。上一集应该有跟你们说为什么了，因为。我们这边有一张地图，它这是不是有一张？是这一张地图里面，它有一些水晶墙壁，可能要靠这只给撞破，所以说这只撞破之后才有办法收集完所有化石。但是这一只它本身又自带任务有化石，所以说到后面的鲨鱼可能会解锁很多。你看我们瓶中系任务也有，所以说这一只鲨鱼它就可以提供你两只鲨鱼，这样讲好奇怪哦。反正总而言之呢，今天老头的任务就是尽可能获得化石以及破坏这个笼子。之后呢，下一集我们再用原本的那一只巨齿鲨啊去获得之前那个化石啊，因为就是等于说这一条路必须要用这一只鲨鱼突破，然后再用原本的巨齿鲨去获得那个原本的化石哦。我不知道听不听得懂啊，听不懂就算了，呵呵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哇哦，这是更大只的，天哪、啊！哇，我的鞋好长哦！死给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我们可以撞右边的。为什么下面一整排全部都是宝箱啊？这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没关系，我们先去右边啊，看一下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强大的水晶柱子给撞破。啊，开撞了，这里吧。哦，终于可以了。来，刚好我有带那个。探索化石的雷达啊，其实是很好用的。探索化石的雷达，然后这里可以撞破，太棒了，真的是太棒了。我们看一下左边有什么。哦、啊，这边什么都没有。哎、欸，不过我的爆发值好低哦，一下就没了，一下就后继无力了。天哪、啊，血多，但是速度慢，血多速度慢，吃了一个 R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没有过去看一下。哦，这是新的区域。哦，新的区域也没什么，就是给你长这个样子。我、哦、还有会给什么东西的？好、哦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化石，看见没有？我靠，这个有够痛的！我该不会刚开始我就要死了吧？我不能死在这里！快帮我吃那个，哎、欸，非常好。然后这个炸弹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我操！我要死啦！有没有这么的刻苦啊？啊，我说有没有这么的刻苦啊？而且我要拿化石啊！龟快撞一点！哎、欸，有拿到了，碎了！
拿到了！我靠，这有惊无险的，拿到瓶中信了。我们顺便可以去救这一只，太棒了！在哪里？在上面。不过我有点想要先玩一下这个，这边那么多宝箱可以开。哇，然后这边拿一下化石，化石拿一下，吃好吃满。哦，这边好多东西啊，有钞票。啊，说真的，鲨鱼要钞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哎呀，可恶！装爆发的这个咬合力其实有点弱。我要撞这个。Yeah， 哦哟！我们顺便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啊？这里也没什么。好的，吃好吃满。这边呢？把它撞爆！这边有灵魂沙，不是很优哦。爆了！灵魂沙，宝箱，宝箱！哎呀，全部开完了，找到装那个灵魂沙宠物了。我一直被灵魂沙弄啊！好，我们去救那个谁？我们去救我们的鲨鱼哥！啊，我们去救我们的鲨鱼哥！啊，这边忘记打开了，尴尬了。撑着点，撑着点。哦，又有化石了。咬，咬。哇！战斗冲锋龙卷风。哎，把它启动。现在我这只鲨鱼啊，它吃人类不需要用咬合了哎。就很单纯的就是直接啊冲过去就把它吃掉了，超赞的！无敌状态。来，这边有个化石，捡到了。来，趁现在赶快去救我们的鲨鱼大哥。我靠，这只是什么？咬就对了。只有一只而已。这鲨鱼身上是怎么回事啊？辐射污染吗？它有手哎！这只鲨鱼居然有手背。Holy crap！ 也太恐怖了吧！好，救了。杀人鲸吗？怎么一只杀人鲸的图案？还真的嘞，杀人鲸是吧 ？OK， 我们该弄的都弄。我们剩最左边的哈，最左边好像有两个洞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我们要去突破那个地方。来来来，跟着我飞上青天，跟着我飞上青天。我要飞上青天，上青天。阿龟跟我飞上青天哦，不错哦。阿龟有跟我飞上青天，吃吃吃。好，下面有个 Y。这边有个化石，可恶，我都想捡。哇，这边大鲨鱼好多，这边大鲨鱼很多，非常的危险。我觉得我先慢慢来好了，我怕我要横冲直撞，得不偿失啊。打不偿失啊！你看我被咬了。Oh my goodness！ 啊，终于出现了杀人鲸。哦，杀人鲸，我们下次好不好？这个可以排到下下一集，或者是下一集。为什么直接跳啊？啊，我知道这只是化石的鲸鱼。哇，好忙啊！好多鲸鱼，不是好多鲨鱼，突然多那么多只鲨鱼。好，我们继续啊。我们还要左边没有撞爆哈。我们还要收集这些化石哦，还要找到地图哈！我天哪，这么多事情！知道了。这一关的化石不错多，我们还跟义乌没有吃到啊！哇，受危险！吃好吃满，有了，吃，我吃啊，多吃多吃，我有吃。啊！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还有这边要过呢。就是这里，这边卡超久了，终于可以冲进来了。啊，冲进来要拿什么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冲进来了，突然觉得空虚。啊，冲进来挺空虚的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啦，那边撞破是要给之后的巨齿鲨去拿它的化石啦。
我想起来了，我记得是这样子。哇，好，这边幽灵杀太多了啦！欸，不装真的害死自己欸。我这样还没收集完毕，我就要挂了。嗯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哇，痛啊，很痛啊！我们差两个字母，两个字母在右边。咬泪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！来人啊，救救我！给一点食物呗！哎呦哎呀！哦耶，来的正好，来的正好。现在在哪里啊？其他的化石我就不知道去哪里了。耶哈！哦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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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看到这么会飞的鲨鱼啊？飞多远就飞多远，我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。垂直降落，撞！哦，去左边、右边拿那个 R 啊，拿完这个 R 之后呢，再去拿左边的 N， 然后我们现在拿了六颗化石。哎呀，特别难搞啊！我拿到地图了 ，perfect， 应该是下一张地图啦，我觉得，个人认为是下一张图。莫名其妙拿到地图，其实我没有刻意去寻找，欸，说真的，完了这边很痛。啊，找到了，我找到 R 了。欸，我为我错过了什么？没有。往下，有了，我要准备巨大化了。シミマセケロキキリレガ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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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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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VK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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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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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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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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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这可以撞吗？想太多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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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冲啊！哎，我记得这个最右边好像有什么，那个房子看一下好了。我想说，会不会已经没有化石给我们找啦，啊？我已经留了很久了，没看到我们的这探测器有探测到化石，化石反应没有？飞呀，啊！对啊，没有探测化石反应欸。这张图难道已经没化石，要去别张地图找了，啊？它现在化石的分布啊，都是随机，欸，不是随机，对啊，是随意，意思是就是说没有在特定的地图里面出没啊，全部就是三张地图或四张地图里面会出现，然后你要自己想办法找到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说这张地图的化石应该全数都收集完毕了，然后我居然已经到达了700万的分数了，哇，分数好高哦，天啊，寂寞可以寂寞高，寂寞可以寂寞高咧。而且该弄的我应该好像都弄了吧，好像真的该弄的我都弄了。干什么东西？飞走！哇，大爆飞！吃了吃了！冲啊！应该要换下一张地图了，我觉得。可是我这个到底能撑多久，我不知道。哦，而且有无敌状态，哦呦呀，嗯，我，哇，变成鱼肉了，876万，哇哦，啊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获得什么，是给，好像什么都没有获得，好像没有。对，的确，解锁了新地区，又有瓶中性，
哦，获得这只有手的鲨鱼是不是？应该是有办法。来，就这里了。看一下星图长什么样子。哦，这边看起来像，哎、欸，这是香港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这是日本哎、欸，哇，场地在日本，哎哎哎，其实这张图我觉得蛮美的、欸，直直的这样子，果然你看化石在下面，太棒了，觉得这个化石漂流有点远，而且这边好多污染的鱼类哦、喔，哇，鳄鱼哎、欸，哇，好特别哦、喔。怎么那么酷啊？哎、欸，这张图我蛮喜欢的，很有都市的感觉。然后这就是一种就是说明了人类造成的污染。然后你看很好笑，这边已经脏的跟什么一样，为什么还会有潜水员在下面？是为了来杀我吗？这样子，是不是为了来杀我啊？我就觉得蛮好笑的啦。哎呀，往上游看看，那个地方可以撞吗 ？H。需要更大的鲨鱼，更大的鲨鱼，会不会因为这样子，然后我没有办法拿到我们的化石？因为这边的墙壁有一些没有撞破。哎、欸，上面有写什么 ？F G O L， 然后你看一下好了。哦耶，我的什么东西啊？耶呼！哦，这是他们的那个 logo 啊。No， 这是那个他们游戏公司的 logo 啊，酷哦！逆风而行，这边不给开放，看来是真的需要用到我们大头鲨鱼了。哦，我们的那只很像邓氏鱼，那只我们差三个，我们只能在这边徘徊耶。哇，只能在这边徘徊，有点尴尬。我们就尽量在这边稍微逛一下，看一下好了。你看，撞不破，撞不破，撞不破。不过我们还是过来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依旧撞不破，难过咧。只在那边吃鱼而已啊。我只是想要解除我们的化石基因，有这么的困难吗？我靠！这是什么情形？刚刚多了一些，这个会发电，我要被电死了，我要被电死了。这里好险恶啊！我还会发电呢、欸，这是电鳗呢、欸，然后上不去，这里没东西了。来，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水管，它的用处是什么？看它把我们带到哪里了。这里吗？没有打开，我觉得到时候可能要启动什么东西。哦，好了，没有了，我要自杀了。我被水污染而死了，水污染而死了。可恶，我一定要弄到啊，好不好？哥一定要想办法弄到这一只啊，花时间弄好啊，不然的话没办法，太多鲨鱼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先，用我们的杀人精来玩吧。杀人精应该是可以撞破很多地方吧，好不好？那我觉得我们就先用个杀人精好了。好，我们先用个杀人精。本来是之前，应该是说本来是下一集要用杀人精的，但是应该是说之后的几集再用杀人精的。不过算了。我们为了更快速的推展，只能这么做了。然后阿龟这一只，好啦，随便配啦。啊，这一样只能装三只，哎，没得变。我们去把它撞破吧，撞好撞满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杀人精。
这只应该够大只吧？在旱地上不会消耗额外的生命值。哎呦，这只特殊能力蛮强的嘛！这只特殊能力蛮屌的哦！来来来来，我只是来开路的，好不好？哥今天的工作就是来开路的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啊，往这边开路，好，开路了，拿到了救援任务，怎么跟我想象中的有点快啊？我们的进度那变咖呢？算了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我们去救那个新的鲨鱼好了，我们去救新的鲨鱼好了。来来来来，这个顺便撞一下，原来撞不破杀人精，原来撞不破那个地方啊。那我们只能往上走。哇靠，这个鲨鱼有点猛，这个鲨鱼有点猛。哎，我觉得会死，非常危险。快点帮我攻击他，咬死他，快点快点快点快！不要轮流咬啊！你们这小王八蛋，抓到你了哈！快点棒棒攻击，用你的飞弹炸死他，没有错了。Nice， 好了，就到这只高科技的鲨鱼了。啊，叫什么来着了？有点恐怖哎、欸，会不会到时候用这只鲨鱼去破这些水晶墙啊？有可能。然后这只好像没有什么，对，没错。这只没有什么额外获得鲨鱼的条件，就单纯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因为我们刚刚把那个岩石给撞破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岩石，算是栅栏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说往那边可不可以再往更上一层楼，好不好？在那边啊，还是说就已经底了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那边好像是已经底了哎、欸，可以撞破吗？用爆发满，可不可以直接把它撞破啊？我蛮好奇的，快点快点，摇，撞不破，哎、欸，可以哦，哇，居然可以撞破！我居然可以撞破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既然这个撞破了，我可不可以到那边那边封压啊？一样是不行啊！我在干嘛？一样是不行啊！看来这只鲨鱼啊，它的功用其实也就只能这样子而已。目前，好呗，我们去自杀好了。好不好？我们这只已经只能在这边徘徊了。右边这两个可能之后用更大型的鲨鱼才有办法突破啊。我们还是乖乖的啊，乖乖的往生去好了。啊，有没有那种炸弹让我炸一下？哦，这可以。居然黄金冲刺出现了，想死死不了的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想要死死不了的尴尬。你刚才就是安内啦，今天还叫无敌啊、哦！他偏不让我死啊，偏不让我死啊！那边有那个手雷啊，那边有个那个水雷，等一下过去吃一下好了。哦嘞，啊，我们这边徘徊不知道几次了，啊，终于要结束了，来来来，哦嘞。好吃啊！变绿巨人浩克，绿巨人绿巨人杀人精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有柯博文？啊，出现了原子鲨鱼，有手哎、欸，感觉很恐怖，只是感觉蛮屌的啊。到时候来用好了。哦、啊，我们的杀人精已经用过了。我来想说，我下一集要用什么啊？应该大家比较想看原子鲨鱼吧？我是这么觉得啦，大家可能比较想看原子鲨鱼。我是认为先把所有图的墙壁都给突破，之后再慢慢收集化石，感觉会比较好。
所以说我决定了，我们下一集呢就用我们的原子鲨鱼，好不好？因为太多障碍物挡在那边，你没有办法拿到化石，其实蛮困扰的。好，我们就先赶快尽快把这所有地图的障碍物全部破坏掉之后呢，你要用哪一只去拿化石才比较方便啊？我说是不是？啊，各位是不是？好吧，那么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帮我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饥饿杀世界再见面啦，拜拜。